有个梦，对对对。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个主题，那这个是一个 LOVE 的意思，那这个是我想送给我太太的。我跟我太太呢相识十二年，那我太太在待产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当家庭主妇。对，那这个我就住在成功的海岸边，然后所以这是一个海岸，中间是一个太阳，然后我们每天看日月、日出、日落这样。对，那另外几个就是因为我是英文的导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想用这个屏风跟我太太说，因为这英文就是有 listen， 然后倾听我太太的诉求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 obigen， 就是感恩，因为现在的少子化嘛，愿意帮你生三个小朋友的太太已经不多了，而且我还在持续努力中。谢谢。那一个另外一个是 value 嘛，就是尊重，好，尊重太太，因为我觉得太太愿意嫁给我，真的是很谢谢她。那再来就是 effort， 就是努力哈，比如说我男生在外面打拼，就是要很努力的爱太太。那一的意思呢，就是 excuse， 就是宽恕。那宽恕谁？一定是宽恕我嘛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爱太太的代表就是谢文峰。那我家里三个小孩的名字也刚好是这样，分别就是 Leon， 然后 Og，O 在这边嘛 ，O， 然后 Penny 太太的 E， 那还有一个 Vito， 就是有个 V 这样，刚好我四个家小孩的英文也是这样。那刚刚重申就是我叫谢文峰，对不对？谢门峰就是一个屏风的意思，所以我会将我的家人守护在其中，然后放在门口进出进，回家就看到太太就是出门前看到我家人在等我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出门的男人很少回家，我提醒我自己要回家。谢谢各位。